大家好，这一个前两天我们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啊，这边也下了暴雨。黑哥发现这里小哥好多这个石螺，一大早就过来捡了一点，这里也有哦。好大一个，好多啊，钻到泥土里面去了啊，这个肉都出来了，哇，里面的肉好肥啊，可以看得到它刚开始张开来了，这个田螺好大，这好的，好大一个，这细板全部出来了。像这种石头拿去爆炒，特别美味啊。我发现这里面一个不一样的品种的石螺，啊，里面肉是红色的，我们这边叫它红螺，这种是外来物种啊，不能吃。不过挺肥的，啊，里面肉是红色的，跟这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这个石螺是绿色的，它这红螺的壳都是红色的。这不能吃。张开来了，哇，这个肉特别肥，哇塞，捡了一会儿时间，捡了半筐子的野味了，都好大一个，有了下酒菜，来，看一下这石螺好大一个，这回去还要养几天。石螺的话屁股比较长，像我们那个刚才捡那个红螺的话屁股比较短，那种是不能吃的，里面肉都挺肥的。这里应该有两斤多，可以爆炒一盘了，加点辣椒应该很美味。回去了，喜欢吃石螺的朋友啊，来黑哥家里，刚下完雨，这个环境特别漂亮。